Hello， 大家好，袁鹤，今天给大家带一期直播时打的素材，最后战绩24杀，有一局5杀加一个精彩残局1v4。这队友干啥呢？队友刚有点皮，拿个刀在我面前晃悠，挡着我看 R 点了，感觉像对面派来的间谍。一般这张 EU 地图我会冒充压这个狙击手啊，这个 A 门的人感觉在秀走位啊，马了几枪。一波漂亮的三连杀，打上第三个之后，看到这个 A 连接递过来一个道具，丢了一颗雷，这个喷子拉出来给我一发包头，我是真没想到，非常惊讶，当时觉得这个脑瓜子有点懵。别换了，别换了，别换了，好打好打，拿两分，拿两分再换来。当时队友想着给我换这个狙击，我说拿两分啊。好，这局拿狙击直接拉 A 大。开镜看 A 门，同时也要注意 A 连接还有 A 小道和五箱的位置啊，没有发现人。再继续卡一下。这个时候瞬狙打打墙，找一下屏幕中心感。其实我不太会玩瞬狙，都是甩狙多一些，就是开镜之后往身上甩。瞬狙的话，屏幕中心感还是不够熟悉。但是打个人狙击胜利广场能稳定150以上吧，我自己还算是比较满意的了。爆破也就是这张地图假装一下狙击手。哎，五箱发现有一个，好，直接穿掉，多切了一下，还好给他打掉了。那这边的话依然选择架一下一门，好的，直接秒掉队友，那 nice 啊，没事。这局掏出了我的这个 HK417 啊，就注定这一局要开启刷屏模式啊。直接先看一下中路 A 连接跳了一个，直接锁头。A 连接这边秒掉之后，看一下 B 通以及中路。哎，中路打我。啊？这有点意外啊，有点意外。中路也打了个假头，然后 B 通这边的喷子直接拉出来给我一发，没招啊。然后这一局直接拿出了这个 AK103， 当时直播间的兄弟想看的，我说这个 AK 一拿妥妥的，拿着我家这个炒菜的黄金大炒锅就来到了 B 通，往这一卡，B 通直接锁，然后掉包了，卡一下这个 B 通，看了一下这个左上角的地图，队友也在车库的位置啊，那我就直接选择了潜顶压加吧，这个时候要选择，投四啊。然后这边跟队友说沟通了一下，我说 A 大往前顶一顶，然后直接往他家大口压。A 大往上顶顶 ，A 大往前顶一下。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哎，马枪了，好的，秒掉大口的。然后凉亭这边只有一个，凉亭，马了几枪，哎呀，这 AK 啊，马枪了，马枪了，有点可惜，有点可惜，队友打了枪假头。因为这个时候来到了2-4，感觉这个情况有点不对劲儿呀，感觉要跪呀，感觉有点那啥呀。接着卡一下这个 B 通啊 ，B 通来两个 B 通，听到这边 B 通进人了，免了一个，一个压枪扫射，哎呀，这个喷子面前人人平等啊，直接给我一发，这比分行了，来到2-5了。感觉走远了啊，感觉走远了。27-28。那么这时候换到这个 SK， 老实的卡个后点吧，不能再浪了。2-5了。然后这个时候队友卡98，我看了一下队友的这个位置卡的不是很好呀。然后利用这个蹲起看一下这个 B 通。那个柔情，你卡98。我这个点啥卡98啊？这时候听到 B 通队友喷着秒掉一个，下刀又来人了。队友又秒掉一个。然后队友说咱家加钱有一个，然后 B 斜坡这边来了，秒掉一个，我们加钱 ，nice， 三十掉，哎，听到 B 通一个脚步，也拉过来，还好一波数点直接带走啊，左右摇头拿下了一分，有机会啊，然后这我跟队友说加油加油，这个时候感觉手感不是很好啊，打墙找一下这个感觉啊，找一下这个平行拉枪。队友也在疯狂交流啊，说这个卡的一个点位啊，我也没管他们。中路两个。队友爆点说是中路两个，我这个时候感觉 B 通可能进人儿。98，然后98队友也掉了，98这边可能要拉出来了。然后队友爆点说是98有一个，然后我这边退防到 B 爆点，
酒吧这边暂时也没上，酒吧桥也没看到，就感觉这边可能要打 A 了。A 了，我操，人家复活。对，要不也包点说我们加复活点后排。那么这时候 A 包点可能要下包了。他们卡 A 了。一个残局啊，残局一 v 四。我们进步，然后排一下这边点位 ，A 包点下包了，要打回防了，因为我们队友。最开始说我们家这边有一个，我想清一下我们家，然后想着网门这边有一个，直接秒掉。那这个时候我听到我们家前有个脚步，回头直接秒掉 ，nice。这时候清一下左手边 ，nice， 漂亮这一波，自己喊了声 nice， 然后让队友给我打个六，那一局比较不错的残局一 v 四吧。我们家有脚步，你知道吧？我听到我们家有个脚步。我中路凑他一波。好，比分来到了这个五比五了，最后一局，啊，不是五比五，四比五，四比五，直接选择了赌一把，拿狙击清一下这个中路啊，直接填一波漂亮三连杀，大口掉包啊，大口掉包了啊，这时候卡一下这个 L 点，我卡 L 点 ，A 大王顶 ，A 大王顶，秒掉一个 ，A 大王顶，这时候让队友从 A 大往上压加，然后这 L 点开了一枪。手枪打掉，漂亮一波五杀啊！这一分非常 nice 啊，杀了22个了。加油加油！比分这时候来到5-5了，最后一局我选择卡后点，兄弟们，最后一局了，因为最后一局了嘛，不能再浪了，稳一点，还是比较有希望的啊！这时候比较有希望的，拿到了这个 AK103， 继续卡一下这个 B 通的一个位置。酒吧这边也是看到队友两个人在我们家前，没往去酒吧去卡呀。看爽了兄弟可以点个这边的话利用这个蹲起去卡这个 P 通的队友中路直接狙击车了一个非常 nice 酒吧这边也是队友这边补过来我依然卡 P 通但是听到不是看到这个右上方队友死了队友帮人说 A 大四五个能凑一下二楼啊那我这边走一下这个 A 通哎看到他家大口有一个那么 A 包点就三个人那么这边的话先要把这个狙击给秒掉看一下五箱据点这边防止小刀拉出来狙击开了一枪好的秒掉那么这时候 A 门右手边有一个 AK 的声音二楼一个打天枪也没秒掉他感觉这时候有点凉啊得确定我的位置呢小刀这边看能不能偷一个吧哎偷了一个 A 门右手的这边的话哎呀凉了想着走小道结果楼梯位置秒慢了尽力了尽力了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这是一个枪王三的一个局啊真的是自己是尽力了呀视频制作不容易希望大家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下虎牙直播搜索牙鹤每天中午12点至下午5点直播直播间每天都会抽这个红包或者是抽号上分 QQ313218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见